三二一，那请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米雪，我在 Capsule 经营的八婆 Besties 频道担任主持人。YouTuber 的工作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最开心的事情应该是可以看到很多观众直接给你的回馈，看到大家的留言啊，不管是喜欢或是不喜欢，都可以很直接的收到大家的回馈，这一点蛮开心的。然后你是一间是三元的经纪人吗？对。哪一个比较开心？哪一个比较开心？嗯、我觉得，都很开心，但是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的感觉。然后怎样？当经纪人的话，比较是在帮助三元成长，然后帮他做到他想做的事情。但是，那两个都有压力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是 Capsule 的频道的主持人嘛，那感觉到大家的期待。你说公司同事们的期待吗？因为你的影片的话，四个人，面试三个啊，三个、嗯，三个人帮你。对，会啊，啊会，会。当然就是，当然目标是希望能够成长越快越好。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谢谢。有时我们的内心会很累累，所有事都不能够顺利进行呢。如果能在我忘记借条河川的时候。一切都能结束啦，那就好啦。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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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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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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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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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一样的黑色包包又背到肩上了，一样的工作又要去进行了。如果说能够让你感到开心的事情发现在你身旁就好了。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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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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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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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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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有时我们的内心会很为难，所有事都不能够顺利进行啊。这条河川呢，虽然是浑浊的，感觉流动着从来不停自带呀。一样的黑色包包又背到肩上了，一样的工作又要去进行了。如果说能够让你感到开心的事情发生在你身旁就好啦。从头到鞋带用力系上，吐一口气后大步迈向前方。如果说能够让你感到开心的事情发生在你身旁就好啦。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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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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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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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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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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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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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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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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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